做了很久了。这些板面都是自己来做的，哦，我自己打面的。我拍视频也是我的兴趣，其实没有赚钱的，都是没有没有，你们误会了。这个滚了之后，我是熬的干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干的。捞干上来了的，啊 ，OK。叫干的，有没有叫麻辣？你知道吗？做了四五年了喽，这边。这边啊？嗯。真的吗？有一阵子关掉。哦。啊，因为忙啊。对。去看了。
生奶海鲜面，顾客推荐真的放生奶啊，那有放酒吗？就看了，要不然你的那个软了，汤好喝。最好吃，这个不是一般的，因为他讲要关了，关了之后很多顾客找回要吃这个。这是什么？他的面都是自己做的，这板面都是自己做的，你看它餐不同的，又细又那个。呀，老板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啊哈。你好。做了十多年了。啊，已经开了十多年了。OK， 谢谢你。是一家人在做。是是是。